我非常非常佩服她，当然她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大美女。美女就算了，她是有气质的大美女。不要搞笑，真的真的，你一看她的那种感觉，娶到她的那个幸福。对。不能，我给我在那边想，我问她我要讲其他，因为我跟她太好了，我们太熟了，我们熟到。我们可以讲好多说，他叫我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人看过叫我的话几乎了。他曾经有一次在网上讲，他叫我要叫我上来分享，说他讲我故事的时候，他流眼泪。哇，我给他搞到我还没有上去讲，我就眼泪就要流出来了。因为我们真的是从以前什么都没有，这样一路一起这样打拼到现在，真的看到他们非常非常的成功，尤其是他。如果 Vivi 有一个奖叫最佳改变奖的话，他一定是冠军。嗯。从以前的那种波斯猫那种，我才可以这样讲啊，因为我九年前就认识了嘛。我看出他从以前呢，就是跟着他的先生，就是在后尾，我们叫波斯猫，就是刚好刚跟你讲的。不过到今天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杰出在 BIG 里面的领导，对，可以讲是一个关键的领导。因为我从他身上我看到什么？我看到四个字：以身作则。而且他的以身作则是非常简单的，没有那种啰里啰嗦行动，他只有四个字很简单，以身作则。什么东西都是先要求自己，对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，就是说所有事情都从自己开始。人家做不到，我先做。我做一次他看不到，我做十次，我做十次看不到算了，我做二十次，总有一天他会看到。也因为这样，他影响了一群非常非常杰出的人进来，甚至害到一间场馆完全差一点就营业不下去。连我真的，每个人都非常羡慕他今天的成就。可是我们每个都很清楚知道，他不是一来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蜕变，一段时间的改变，成为今天的他。那他是谁呢？我用一个影片来介绍他吧。哎呦！是他达到成功的关键。归零自己，重新出发，让他达到人生的新巅峰。他就是 TB Pegasus Kevin Lin。当然，现在大家都戴着 mask 都看不到，因为我
哦，当然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以前我的行业是银行。哦，通常做银行的人怎样啊？人挤人拥，人挤人拥。你看看阿娟有没有在场？看看阿娟的样子就懂了。我给阿娟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哇，人挤人拥。是十年银行的一个人哦，他比我十年高了。哦，就是哇，总觉得自己走路有风的那一种。哦，然后突然间就给Keith 呢，哦，突然间就拉上车，就逼着我来参加类似的一场 group meeting。那到时候呢，我一直在双手插着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一直 block 着自己，你哋一定系洗我嘅脑啦，系咪啊？通常咁样肯定系咁嘅，成日都系咁样噶嘛，唔洗脑你又做咩啊？我就是非常非常消极的一个人啊。因为以前我在一个那个行业呢，通常一出来就是讲什么讲消极的话。所以当我们突然间来到一个那么积极的环境，突然间好像一下子不能够去适应啊。所以不用紧，当一个上台、两个上台、三个上台的时候，那最后还有一个环节的哦。大家知道是什么环节吗？以前那个环节不是像这样子的一个 closing。刚才阿杰说，快乐的时光过得非常快，我一下子冒冷汗，是不是我这个环节是不快乐的？应该不会，对不对？我给他一个掌声。所以说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环节弄得比较开心。那就是在九年前呢，当我最后的那个环节，就是有人会上台表演唱歌的哦，而且还会跳舞的那一种人。你看，直销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要 motivate， 就是要鼓励我们，我们要努力，我们要坚持，我们不可以放弃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就是我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，结果发生什么事情？结果也因为那一场的 meeting， 我决定来做 review 的。为什么？当我走下去下面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二十一岁的一个女生，她比我胖两倍，就是大概我想应该有60多kg还是70kg的，应该有对吗？当时候我27岁，我看到这个21岁的女生，当时候她是 electrician， 而她刚刚买了一辆奔跑给她自己当生日礼物，21岁。然后我马上觉得我自己是谁啊，你认识你做什么？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就说哇，我有什么这么巴黎呢？人家21岁可以买一套奔跑给自己做生日礼物，我又不是谁，所以当时我就慢慢觉得说，比较把自己的心再打开一点、去了解。其实 Riri 这家公司它是很特别的，今天我们要是看不到 Riri， 或者是我们真的没有去100%去投入这个行业，其实因为我们还不够了解它。我永远都觉得只有一个，我们还不够了解。如果我们真的100%了解 Riri 的话，我们会越来越喜欢它，甚至是说好像我这样子的怕西宝藏，你打死我也不会走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家公司，在这个平台，我真的感觉到真的找不到了。如果真的有比瑞瑞更好的，如果大家有感受到刚才所上台每一位的分享，如果真的有做一个比较的话，真的有比瑞瑞更好的，我 Camille 跟你好不好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那可能不敢举啦，不过真的有的话记得要告诉我。那当然刚才的第一位分享者就是产品分享是谁呢？我们的李林。我在想可能在台下没有一个是他的朋友，但是一个女生这样年轻，她站上来告诉大家什么呢？她是一个病猫，就算产品是好的，
他不需要这样子做，对不对？对。很开心吗？让人家觉得说他不能上厕所，是一个丢脸的事情啊。其实，甚至是说眼睛二十多岁，眼睛慢慢看不到，在晚上不能驾车的一个人，他敢不敢站在一个过百人的一个舞台，去告诉大家他之前的这个过程？真的给你一个很热烈的掌声。真的可能有是好，不过也未必会站在这里分享的。对、不过当前几天、刚好我们有去到同一个饭局，那坐下来的时候我了解过后，我才知道、原来他有这样子的过去，甚至还告诉了我们他的外公，还有他的外公，还有他的亲妈妈，也是因为同样糖尿病脚烂了，所以、失去了生命。所以真的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告诉大家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什么目的呢？是不是要大家买？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真的两个字，相信。一个是不是在讲真话或者是讲偏话的人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思考能力的。不是这样容易骗的，对不对？有这样容易骗吗？好像以前我这样子，我坐在那边讲了嘞，总能讲了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。不过呢，以琳之前、我所知道的，他是从事 event 这个行业的。今天他也穿上了这个大衣，甚至是说一起跟他的领导人一起来配合这个、行业。最主要的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？Revent 这个品牌，他拥有这一个会说话的一个产品。所以说非常欢迎李琳。而刚才、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从阿坚的口中，他即将成为大魔王杀，先恭喜我们的李琳，好不好？而且呢，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哦，他的属下现在也有一个新的大魔王杀，李琳的属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单单只是自己产品是好去，就可以制造这样子的一个业绩。那第二位呢？第二位就是谁呢？哇，我看到 T 恤。其实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完全的康愈，到时候是在马六甲的一场见证会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这个人是看样子很严肃，对吗？但是当他在台上的时候，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他好像在演说的，对不对啊？还会唱歌，还会跳舞的嘞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。对。因为我们能够想象，如果现在拿走 Revent， 拿走喷贴，好不好？现在的 T 恤会是怎样？我明明。说多嘛的。那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他那种开心，是因为真的喷天救了他一命。对，他能够感受到的这一个是他这条命是因为喷天赐回来的嘞。所以说这个是别人抢不走的一种感觉，因为只有他自己会去明白。所以各位，甚至是说现在他是我们公司的 Diamond Chaser。非常严重的癌症，如果有谁中到，就很大可能失去了生命的一个病症。到底 Revent 是一个怎样的平台，能够改变这一切这一切？更甚至刚才他在台上一直感谢 Simon， 感谢 Simon。可能新来的朋友不知道 Simon， 你跟 T 恤有什么关系啊？年纪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呢？先好轻松一点。T 恤去杀跟 Simon 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为什么 Simon 还会一直去关心 T 恤你要怎样吃？你要怎样在这个行业里面找到健康还有财富？各位大家看到什么呢？EIG 我们这个组织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是互相的帮忙，包括我跟他接所有各位的领导人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。
但是好像 Simon 跟 T 恤还是一样的，还有 Baby 他是我觉得非常尊重啦，因为不简单，要一个军官，当他是去一个健康的时候，来走来做直销，穿到这样子，甚至每一天我看到他在早会的时候，都是在公司里面进行的，所有人都躲在家的时候，他们整家人，一起去学习，这样子的感觉好不好啊？啊，对了，各位，这个也就是那个原因啦。为什么我也有这样子的感觉，是外面找不到那种感觉，是因为到最后，其实我们人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？来到这里呢，时常我们会听到一句话，我们人一直在做我们喜欢的东西，不过呢，我们在过着我们不想要的生活，有没有啊？嗯。有没有？我们很喜欢去做我们喜欢的东西，不过呢，到最后我们会过着我们自己不想过的生活。那我们喜欢什么？我们都喜欢开开心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喜欢什么？我们都喜欢，我要买这个，我买这个。我们喜欢什么呢？每一天可以跟家人在一起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希不希望跟我们的家人是分离的？家人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去选择一条比较简单的路，或者是说我喜欢做的东西。然后到最后，我们呢就过着我们不想要的生活。但是当我看到 T 恤的身上看到什么呢？他现在在做什么呢？他在做着他喜欢的东西，而且在过着他想要的生活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好，给我们的 T 恤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在这里重新60多岁的一个人重新去学习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。刚才阿姐有说到，的确以前的我在做银行的时候，我是因为一只波斯猫，非常的依赖的一个人，去到哪里，我都不敢，都是要拉着拉着去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独立的一个人来了。但是来到这里呢，我重新的学习。以前你叫我做这个，不要给我走啊，什么都是不能的。叫我去那边，不能的。总之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。不过来到这个平台，第一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外面学习了不到的东西，这个是不是很值得啊？单这一个我已经觉得非常值得了。单这一个环境。先不要说赚钱先，单单这个环境，我觉得说外面是没有办法找到的。对。那还有什么？第二，我们还可以每天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。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外国，可能我们要去参加一场活动，那我们也是跟我们的家人一起去学习的。我想问，有什么生意可以这样子啊？有什么行业是可以给我们跟家人一起学习的呢？有没有啊？不可能啊。那还有是什么呢？还有那种帮人的感觉。刚才听雪说到了，他现在觉得他每一天都在这口。不管他谈的人是不是他的人，不过他觉得他在帮着人。我本身呢也很相信因果，我不懂大家想不相信啊。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循环，所以，但是我们要帮人，我们也需要一个平台啊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我们想要帮就帮了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产品，这个平台，可以让我们在这一辈子里面挣多的福啊，因为它的确确是帮人的一个行业，所以现在的 Simon 也好 ，T 恤也好，有价值吗？我想问大家，有，很大可能因为。听到刚才他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的，救了一个人，甚至可能改变他整个家庭的，所以说，真的，如果我们在这里真的可以找到
比刚才我所讲的这几个点来得更好的话，我一定跟你去了。哦，问题是有没有？没有的话，真的欢迎大家来到这一个大家庭。哦，那当然，接下来呢还有洪泽。哦，我觉得洪泽是一个非常 friendly 的一个人啊。哦，刚才他，我觉得他不简单，因为他都是一起，就是说一直在扛起家庭的一个人。哦，那你问我的话，他需要好像刚才在台上这样子跟大家分享嘛，其实他也不需要了。哦，因为自己吃好了就好了。哦，甚至是说来这里，他要学习怎样成为领导人呢？他还带了他一群伙伴哦来参加今天的活动，简单吗？洪泽几岁啦？58岁。哦，我们想象到58岁，我们在做什么？哦，现在的洪泽多有价值，在 EIG 他非常的红，不单单他的名字红，他也是非常红，每个人都很想跟他聊天的一个人。哦，那所以呢，今天还有我们的，当然还有我们的 Mr. Chu， 我最尊敬的 Mr. Chu。哦，他第一次来到我们组织 Reway 的活动的时候，刚好我坐在他的隔壁。刚好我就坐在他隔壁，他就有跟我聊到他老婆的过去，哦，曾经有服用过这个产品的一些过去。哦，当时候我觉得，这个人其实蛮好聊的。那当然，当时候为什么他会决定来到这一个组织呢？其实他也是抱着一个贡献的心态来这里的，大家相信吗？对。其实 Mr. Chu 他已经是一个算是蛮成功的生意人。他不需要穿大衣，他不需要学习来到这个台上跟大家做分享的。哦，但是呢，我跟他说，我们这个组织非常需要你 Mr. Chu， 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生意人加入这个团队。那在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哦，我都会在他的身上学习到非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哦，所以他是我看过真的很少数很少数可以像他这样好的一个人，可以说是用两个字好人去形容他。对。哦，那给Mr. Chu一个掌声好不好？他还是说一直感谢我们，感谢我们。其实真的是我们要感谢你，Mr. Chu。对。因为你的贡献，哦，在这个组织里面。有可能这个组织会越来越强大，也因为是你的加入，对，也因为是你看中了接下来这10倍的这个 project， 对，因为你觉得说接下来，你一定要跟10倍，这个计划有关系，所以逼自己去做到，对不对啊？对，逼自己去 fight 这个疫情，到底 Mr. Chu 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他是生意人。今天这个10倍对他来说有多重要？重要到他可以放下自己去跟他身边所有的人去谈 Reway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的不是这个月的 Diamond One Star， 他看到的是接下来这8个月整个Reway马来西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如果有去过我们10倍的这一场活动的伙伴，有听到我们的最高领导人陈世田在台上所分享的，哦，接下来这8个月他会创造很多的百万富翁在这8个月里面。对。哦，可能我们可以选择相信，或者是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去相信。哦，不过不管怎样，它也一定会发生。对。哦，那今天其实，哦，讲回去，在这个市场上我们要怎样，还有什么行业我们是可以做的？哦，比如说啊，现在不错啦，我有一点点钱，哦，可能现在我给你100万，开心吗？你们好像不开心耶，100万不够是吗？真的100万耶，好不好？好。如果现在这100万我给了你，我想问你的这个100万，哦，能不能每个月给回我3万？就是说我给你这100万去做生意，过后有哪一个行业哪一个生意我付出了这100万过后，他每个月可以给回我3万的收入，有没有？
有没有？有的可以举手啊，真的给你的哦。哦，就是没有啦，因为什么？当我们有一百万，我们投资在一个生意的时候，那个一百万有没有在你的手上？没有，已经在货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在装修里面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还要 make sure 他可以每个月给我们3万的收入。讲真真的是有还是没有？根本就不会有。哦，所以今天刚才所上台的一些分享的这些伙伴，他们都是出杀、万杀、驱杀的一些人，他们需要付出100万吗？不需要，根本是零资本，零资本的一个生意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现在手上拿着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商机啊。天生糖尿病的一个人，吃了3个月过后，眼睛可以看到降到5.1啊，各位。
哇，有去过哦，有一些是秘密来的哦。哦，那当然，你问我能够搬进这个全马来西亚可以说是0.0000%的人搬进的一个两万方尺的一个屋子呢，不是我们厉害，是因为 Reway， 对，是因为这个平台，给 Reway 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距离当时候我们要举办的一个活动，因为当时候 Kenny 要来我们的家，当时候呢我们就去要买家私啊，哦对不对啊，搬新家没有家私怎么办，然后呢所有的最高领导人 EIG 的领导人会去到我们的家，所以当时候我跟 Kim 呢非常非常的紧张，一直在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哦，大家知道我家的客厅有几个吗？有八个客厅，九间房间。我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把这一些家私搬进这个屋子，有可能吗？有没有可能？没有。哦 ，based on logic， 就是说逻辑的想法，它是不可能的。哦，但是我有一个很明确的东西，我必须要在这个日期之前，就是那个。小三啊，一三还比一三高，嘎拉丁的那一天，哦，嘎拉丁的那一天，所有领导人要去到我们的家，所以当时距离这个日子呢，我们还相差一个星期的时间。我们很明确，这个就是时期要到了，甚至那时候刚刚 announce MCO 了，还记得吗？刚刚要 announce MCO 了，哦，到最后我们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，真的把所有的家私。八个客厅，九间房间的家私全部搬进来这间家。嗯，这不是有钱的可以做。我想说的不是因为有钱可以做到这一切，是不是有钱就可以啊，各位？哦，你知道当这些家私店他们要搬进来，哦，要进去这个 guest house 也不简单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很短时间。甚至一些搬到十一点还在搬，半夜十一点哦，然后干 block 啊，没有这样迟的啦，没有这样迟的。哦，不过我们不管，我们只跟他说我要今天，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今天搬进去这个地方？我用尽所有的谈法，用尽我在瑞瑞八年九年的在瑞瑞里面学到的那个东西，去跟这些商家去谈判。我要现在要怎样可以做到？哦，有没有人教我们？没有人教我们。哦，所以说其实不是有钱就可以了，而是我们当有一个目标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的限制的时候，而我们很想，我们不是很想，我们是一定要做到的时候，其实那个结果就会出现的。对，对不对呀？对。所以说，其实这个习惯是我在瑞瑞这么多年里面。培养出来的，我跟 Kim 就是那种我不能说服到你，我们就不走的那一种。他甚至是把我所有在瑞瑞里面所学到的东西 apply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。哦，所以说瑞瑞它不是单单只是在这里从事的一个事业，哦，它是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成为一个真的。与众不同的一个人，对，因为当我们在买家私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是很惊讶的样子，为什么？哦，他们就会很神奇，我们这两个人哦，乖乖的哦，要就要的哦，没有的谈的哦，不能的话叫你老板出来，我要去见你的老板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就是那种很牛很牛的性格，所以当天哦，当然那场活动非常。非常的成功了，哦，非常的成功。所以其实如果没有当天当做 Kenny EIG 的伙伴去我们的家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的八个客厅九间房间到现在还没有家私，有可能的，因为没有那个目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任务去做的时候，有的拖就拖咯，然后可以不要了，我们就不要咯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什么？要付出代价了，还需要跟人家吵架了，分分钟。哦，所
想，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目标完成的话，我们会千方百计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不要这个目标，我不认为这个目标是重要的话，我给你一万个方法都不可能做到。哦，所以其实在月月里面他就培养了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，而让我们变成有能力的一个人。哦，并不是单单本贴很好，蜜月很好，制度很好，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成功。而这个是我们真的需要去付出，哦，我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去换取的，各位。哦，所以最近呢，哦，就是有看到 Keith 收了一点吗？有没有啊？有。哦，以前我上台的时候，哦，我每次都会这样子介绍我自己的。哦，我是 Kevin 咯，然后呢，很多人都说我是超级白。哦，因为什么？你以前皮肤非常白嘛，哦，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你超级白哦，哦，什么什么。不过最近我不能讲这句话了，因为什么？变黑了，有没有啊？没有。有啦，哦，真的最近有一点变黑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 Keith 咯，哦，他在家每天很努力的在游泳游泳，哦，结果他瘦了七个底咯，在一个月里。哇！而且哦，他一直要 show 给我看，哦，你看你看，我降了一个底咯，哎，你看你看，我瘦了三个底咯，哎，你看你看七个底咯，哎，哇！我听到的话，原本我说我不要我不要。我不要。结果当我看到他的成绩的时候，很自然的，也不用他去推动我，哦，因为他知道我减肥很多年了，就是一直瘦不下来，就是减肥很多年就是一生人的一个任务嘛。所以我看到他回答他们，哇，如果是这样子哦，黑就黑了，没有了超级白，超级白了，哦，黑就黑了，就这样子哦。今天如果我一脱衣啊，想不想看？如果今天我一脱衣啊，告诉你们，我后面真的那个衣全部是黑的，旁边是黑，里面是很白的哦。所以说还没有成功，我没有像 Keith 这样厉害，一个月里面可以瘦七个kilo 哦，我还没有成功，不过我还在努力当中。哦，我想说的是什么？当我们要做到一样东西的时候，我先要准备我心情去付出这个代价。如果我还没有心情准备去付出这个代价，那么呢，有没有可能做到？我们会觉得说什么？跟政府做咩嘢？冇嘅，如果我同你讲 SOP 啊 ，MCO 啊，可能冇咧？有没有这样子想啊？没有。会不会啊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会不会平衡自己？哦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平衡自己做不到的东西。对。哦，因为这个是人的天性。哦，不过呢，这样子的一个习惯，它不能够让我们成功。对。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想要成功啊。对。今天是 holiday， 各位，你们应该是在家陪你们的家人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大家都没有，而且他们都很注重，可能领导人没有叫你们来。不过为什么你们会来？因为大家都很想在这里得到成功，对不对啊？对。给你们这几个最热烈的掌声。因为我们准备要付出这一个代价去换取成功啊。对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没有拿到东西回去啊。对。我们接下来我们 EIG 一定要跟这个十倍是有最大关系、最大关系的一个组织啊。对。我们这个组织是不会输的，各位。对。也不允许会输。对。今天这个舞台在那，如果我们不上台，我永远只是一个观众。对。今天这个平台在那，我们不要参与，永远我们赚不到钱。对。今天不管我的胆子有多大，不过我不敢去尝试。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发挥。对。所以今天敢敢的真的踏出那一步去迈向你原本设下的那个目标，因为我们 EIG 就是一个最强的组织。对。我们要为我们在这个组织里面成为这一份子是觉得
骄傲的。对，因为单单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每一个人都在付出，每一个人都在贡献，在这个组织里面，这个组织不大是不行的。对，甚至今天瑞瑞公司他也特地开了这个公司给我们的，大家知道吗？对，他留给他们来开这家公司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打工的，今天他们是百瑞是 holiday， 他们 holiday。 对，而每时每刻我们的管理层都是在后面一直 back up， 一直 back up 我们。我们拥有的所有东西，最终最后我们签的就是我们自己本身。对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得到，好不好？好。